煎脑翅到底怎样做的？其实不难做，只要把糯米粉和水搅匀。那关键呢，就是它的浓稠度。所以呢，水和糯米粉的分量一定要对。那过后呢，再拿去蒸炉蒸大约30分钟，出来的麻糍就会有弹性，又软又黏，又好吃。至于配料呢，也很重要哦。花生要用慢火炒成金黄色，让花生从上带出香味，然后再拿去打碎。那要吃的时候呢，再把花生跟糖加在一起，用麻糍沾上，那就大功告成了。听起来还蛮复杂的。没关系啦，有机会再教你。嗯。